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塞琳娜黄氏七巧，我来自越南，我现在在国立金门大学的学生，我的学校英文名就是 National Guimau University， 我在参加台湾外交部的新项目，我将把这个项目的名称放在这下面，我来这里差不多一个月了，所以有很多事情想跟大家分享，特别是在想来台湾留学的人，好了，今天呢，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高雄隔离生活与校园申请。好了，现在我们 Let's go。在我前面走着那个人就是范海山，我们坐同一个航班。我要提很多东西，手都酸了。好啊，现在请大家看一下我的隔离房间。房间里会有很大的窗户，所以采光很不错，空间又明亮又开阔，每天大家都可以随时看到窗外的风景。虽然我一人一室，但是觉得不无聊，我对这家旅馆的服务质量很满意。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，也来得比较晚，可是我仍然很快乐，因为我造出了一起的美好回忆。我忘记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美女来自菲律宾。天哪，这个场地太美丽了！回家后，我一边又一边的重复看这段视频。今天就是我最后一隔离日，这也意味着我要离开亲爱的高雄市了。我心里有点遗憾，很多景点我还没去过呢。会舍不得离开这所学校，我只来一个月，不过我意识到自己比在越南的我更成熟更灵活，对像我读中文系的人来说，这个项目带来的利益超出了我的期望。最后一话我只想说 I love National Guimau University。